前面说到，我们已经学习过重要的佛陀本身故事九世，这即将学习的波罗蜜故事是佛陀的最后一世。佛陀身为威善达大菩萨，他所勤修的波罗蜜并不属于过去其他几世的波罗蜜，这一生修行的布施波罗蜜所修的大布施，犹如翻倒的锅子，锅子里的水全部倾泻流出，一滴也不剩下，使得天地也为之震动。他布施了最难布施的东西，做了最难做的事，忍受最难忍的事，战胜最难战胜的挑战，舍弃最难舍的事物，所以大菩萨的心才会比钻石更为坚韧，誓死脱离生死轮回。这一世也是佛陀圆满波罗蜜的最后一世。首先，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布施波罗蜜。布施波罗蜜就是以清净的心给予或施舍，并且不期待得到任何的回报，因为具有爱布施的习性，以生命作为赌注的大菩萨，他是随时准备好牺牲自己来成就大布施波罗蜜的。大菩萨的布施是没有时空的限制，并且永不厌倦，运用了慈悲心跟善巧方便来进行，所以布施波罗蜜才能够作为生命的根基，让人能够去修所有其他的善行，使生命成长进步，最终成为佛陀、辟支佛或阿罗汉。一般说来，正确的布施目的有四项。第一，为了清净烦恼，消除布施者心中的吝啬，称为奉献，意思是以施舍的态度来施予，而消除心中的犹豫混沌。尤其是布施给福田，能使我们的心更加的透明清净。第二，为了回报善德，称为报恩布施，意思是给予的目的是为了报恩，或是尊敬比自己道德更高尚的人，例如父母亲和老师等等。第三，布施是为了资助，称为支持布施，它的意思是给予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友谊，获得人心，乃是以接受者的利益作为主要的考量。第四，为了帮助他人，称为救济布施，意思就是以慈悲心帮助有困难或痛苦的人。布施物有两种，那就是财施与法施。财施包括给予各种的物品，比方米、水、布料与交通工具、花朵、香料、润肤液、卧具、灯等等。而法师就是布施佛法，提供正确有道德的知识，如同给予灯火照亮道路一样，使他人能够走在正确有道德的方向上。所以法师有很大的利益，更胜于其他的布施。财师所布施的东西，它的品质可分为三种。第一，奴隶施，意思是布施比自己所使用的东西还要差，这样的布施，布施者的心还是被吝啬所牵制，如同拿东西给奴隶随从等等，这种布施所获得的功德比较少。第二，朋友施，意思是布施的东西跟自己所使用的东西一样，自己用什么就给他人同样的东西，如同给朋友东西一样，这样就会获得较大的功德。第三，主人施，意思是布施的东西比自己所使用的还要好，选择最好的东西去布施，这样将可获得最大的功德。财施又以布施者的动机分成两种，第一，只施于某位僧人的布施，即只有专给某位僧众接受的福田有多清净，布施者
就会得到多大的功德。第二，斋僧，即布施给团体，没有针对某个人，是布施给整个僧团的，而以正等正觉佛陀为主，善果比针对某位僧人要来得更大。正等正觉佛陀认为，斋僧是首要的功德，因为僧人是值得尊敬的善知识，也是世间的福田，没有任何福田能够超越它。若是布施要具有大善果，依照佛教的原则，必须圆满三个部分，那就是：第一，供养品清净，意思是布施物必须是如法获得的，它不是偷来的，也不是犯戒或犯法所获得的；第二，人清净，意思是受施者与布施者要持戒清净，持守符合自己身份的佛法戒律；第三，动机清净，意思是以崇敬的动机布施，无论布施前、布施时或布施后，都相信布施的果报。所以布施就是要战胜内心的吝啬，当我们经常布施，布施的功德就会取代内心的吝啬，使它完全的消失，功德将会奇妙地吸引各种的财宝来到我们身边。所以布施是帮助自己的生命，使生命具有三才，那就是人才、天才、涅槃才。所以布施波罗蜜是产生财富的根源，能够使财宝跟着我们一直到来世，支持我们方便修持其他各种的波罗蜜。当我们想要完美的修持波罗蜜，就必须累积十个波罗蜜，包括了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出离波罗蜜、智慧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真实波罗蜜、愿波罗蜜、慈波罗蜜、舍波罗蜜所共同构成。无论开始还是进行当中或结尾，都能够如法的实践。当我们了解布施波罗蜜之后，下一集将会把没有人能够相提并论的佛陀勤修布施波罗蜜的历史，当他成为微善达的那一世，尽献给各位。而故事将会如何的发展呢？敬请您继续观赏下一集。